我看到你的笑容，就让我想起佳文。因为也让我常常去想到，原来过去，我一定误解我自己。什么意思啊？佳文，伊是我亲家姨，伊嘛是我工作上的伙伴。我拄识伊的时阵，已经结婚啦。我嘛是同款的，所以自然我对伊就无其他也是任何的想法啦。因个我的前某蔡韵如，伊都毋是安尼想的，伊伫个佳文当作是敌人，较袂得了正错，甚至伊认为讲我甲佳文，阮有暧昧。所以处处拢在刁难伊，伫咧为难伊。你讲啊，乱乱动，拢无讲到一个重点嘞。重点就是，你看到生做甲吴佳文一模一样的我，才发觉你动心吗？那安尼，我问你，你是对你心内迄个吴佳文动心？还是对站在你面头前我动心。坦白讲，我真正不知影。那是你站在我面头前，我才有这款的感觉。其实拄则，我头壳内面所想的，拢是因为我熟悉的吴佳文。哎呦！啊！你这个人真正是哦，老实讲，白差拢袂晓讲。你这个时阵哦，你就讲是我让你动心的，唔就好啊。安尼我顶多认为这是一种俄罗斯听了会真欢喜。哎呦，我甲你讲生笑，你莫这样紧张啵？你这样哦，真正足好创治的呢。你害我紧张一下，唔知变哪样哩。你紧张啥？你是惊我爱着你，你煞无把握？你讲，你是不是把我当作吴佳文的替代品？你安尼甲我讲，我煞唔知变哪样哩啦。啊，我认为即马上重要的是赶紧哦，去饭店替你换另外一间房间哦，安尼较要紧啦。多谢你啊。我是不是应该该确定个清楚，我对伊个感觉？刷刷机啦！我连我家己都无得肯定我家己的心情，我是要跟伊讲啥啦？林志文拢这么老实，坦白家己的心情啊。不过我家己又搁是安怎想的？只是哦，因为张正浩即摆连电话反陪伊，为着我家己安全，我决定阴暗就出国，避一下风头，较免一直受到伊的威胁。你伫个国外，家己嘛是爱注意安全，互你为难啊。因为你跟我一个西装一模一样，互你无面是落只会牵连。我来看医生。蔡主任，欢迎回归！我来，你大家神神秘秘，是要庆祝我回归啊？无唔对，今晚咱怎啊，互警方通缉啦？阮朋友足需要你的，我来带你回来主持大局啊！你讲对唔对？对。好，原来你哦，这么看中我啦！哦，够这么有同事爱。准备好势，要接受这个神秘的 surprise 啦！噔噔噔！这不是张正浩的办公室，
便宜的大股东已经委任你做伊的代表人啊，所以从即马开始，阮大家袂当阁叫你蔡主任啊，阮大家爱改起叫你蔡董事。是多一个股东，眼光真好啊！哦，真正是知人善任的哦。委托人陈玉燕。嗯。这个名我敢若是倒位听过呢。陈玉燕。妈竟然爱蔡崇仁做伊的代表人，这一定是洪世昌在运作的。你是讲这个陈玉燕女士是张正浩的妈妈？不对，伊就是王张正浩最后的一点点的良心。哪样我白，我被闹跑啊！哎，蔡董事，你喜欢听到？哎呦，你莫叫我蔡董事啊！我无在的时阵，我有听过呢。严希的股份转去张正浩伊妈妈的名下，啊，张正浩即马变作通缉犯呢。哦，这个剧情哦，变到安尼已经很瞎，即马阁超展开，我坐伊的位，那是让伊知影，伊绝对会摕刀来甲我扑啊！哦，甲我拼性命呢！你知影大家鬼扭动就好。哎呦，李宝啊，你是安怎要逼我接受我无爱的职位啦？蔡主任，宝娜，我唔知恁两人即卖是伫玩啥，啊，不过我有要紧的代志，今仔互我先讲啊。哦。小云，有啥物要紧的代志啊？我接到我姐的电话，伊讲宝宝身体有状况，即卖送来永兴医院急诊室啊。哈？嘉文消息这么久，原来就是偷偷在找所在，把囡仔生落。吴嘉文把囡仔生落来啊！我伫静养这段时间，嘛发生许多代志啊。哼，这刚是重点啊！重点是宝哥这么细汉就有病痛呢，实在有够可怜呢。宝宝是胆囊闭锁，原本医生已经有治疗过啊，啊，不过状况还是一直恶化，即卖伫小袂退啦。然后呢，嘉文呢，你敢有来病院啊？我二姐伫咧来罗林，蔡主任，我相信你的医术，拜托你一定要救囡仔。志扬夫人，你放心嘛，我是医生啊，我一定会救人的吼。啊，我先去看宝宝再讲讲。哦，咱两个做伙去啦。好。喂，我蔡崇仁，你给我打电话去弃捐中心催，啊，因积极比对，迄个囡仔在当救命啊，动作要紧，好。张正浩，袂歹嘛，这条椅啊，你搁坐咧真是啊麻烦，坐当时。无啦无啦，张董事，你莫误会哦，我无要抢你的位啦。哎，这是你的荣华富贵吼，兄弟，我先来走啦吼，拜拜。这可怜的囡仔，胆囊闭锁，用割席手术，急救嘛无效，即马需要人来甲我看。可惜啊，伊的血型足特殊的，我家的人嘛无多甲救，所以只有我出面来甲救。因为只有我的血型是甲伊同款，拢是 Rh 阴性。你真正有心要救伊？是我的骨肉呢，我唔救伊，怎样个救？想不到啊，你的良心还袂死啊！蔡总，我今日麻烦你替我跟阮囝来换肝，即我会当决定，会当继续喘气，我来去台湾。我当然救这个囡仔。啊！不过我袂确定的是，你的歌是毋是乌的？万一你想要趁这个机会，爱病人给你，帮助你走路，啊，我唔着莫名其妙为无做变到有做，我才无遮尔戆的。蔡崇仁，我即摆甲你讲要救囡仔的代志，你干么在自私你牺牲呢？这个比对一定要秘密进行，我的身份千万不要泄露出去，要不我来用警察抓去。我看这囡仔，你无命等我出来甲救。我知啦。我惊伊会等袂赴，伊还袂出世，就对我食遮尼济苦。我是伊的妈妈呢，我再远比干再远，我无得管管好伊，我真正就自责的。既然
妈妈这边的血亲无阿多管，那安尼，干焦唔瞒爸爸迄边安尼。无我看安尼好啊啦，我请几只朋友到三江发一个新闻稿啊，啊利用媒体来对张正浩亲情喊话，叫伊出来做检查，看敢会当救爸爸一条性命。你讲哪？想袂到你平常时遐尼三八，怎么竟然过来都想出遐尼厉害的办法了？王章正浩，你今仔把这动作是恁兜的赵开始嘛？还是讲你老孙台湾无法入啊？我哪会发新闻呢？你怎会晓摆行出来哦？我已经叫蔡崇荣替我检查过啊，我是唯一会当救这个囡仔啦。嘉文，张正浩是一个骗子，伊讲的话当信袂当信，得经过查证。我相信你，张正浩，请你叫我好事。嘉文，你讲唔对呀，伊唔那是你的囡仔，那是我的，所以我一定会救伊。拜托你。但不过，我要救伊的性命，我嘛身体大家留一口气。我要你保护我，来争取救这个性命的时间。等我把肝灌落去那了，我要你替我安排走路。我这样，我会当重新开始我的人生。子夜，你去唱较紧啊！阮囝的阿姨有计划，真哩有情好个人啊！这一亿对你来讲，应该是敢那一千块吧？阿姨，你应该袂为着这一千块，甘愿看这个囡仔活活断气吧？张正浩，你这笨手，虎毒不食子，你竟然利用囡仔来做交易，你敢够有良心吗？我要伤害这个囡仔，我怎么是要救伊？但不过嘛要保障我这做爸爸的安全吧。吴佳云，这个囡仔性命怎么在看你啊？我你是要八点钟，别当好好考虑。这是我最后的底线。我这做爸爸的是做想要救伊的，但不过你这做阿姨的，还想要阻挡。就是你对这个囡仔无情啊！张正浩，你这是粪扫界第一名呢！你讲我哪当这么吵啊？是讲煞未？你若讲煞，伫咧病院替我安排一间房间，我休困一下。我想要洗一下身躯的啊，还佫伫病院监视系统全部拢甲关掉。若无我出代志，这囡仔嘛对你出代志啊！你莫想超过哦，阿姨。我即马只是想要好好休困一下，来保持一下我的体力，才能甲肝管上这个囡仔，不是都会超过。张正浩，你这笨色，你进去啦。好，行，我带你去笨色场。难怪能甲我二姐斗相共啊！器官捐赠中心，你甲我联络过？应该过百年算啊！因爱血型真特殊，都想要找捐赠者，那是需要时间的。按过意外了解，官官不一定要血型同款呐。血型无同的人，官官对手术的结果影响真大。上重要的是，即摆囡仔无时间通我等啊，即摆当救伊的，就干剩咱了。